们始终不办高僧，我们力求直播传真，让历史告诉未来。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9号，今天我们在温哥华附近的一个城市叫列治文，在列治文来参观一个叫做最大的欧洲来的一个店，叫做 IKEA， 在中文就叫宜家。宜家商店非常大，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宜家的市场怎么样？宜家的一个外面没什么车，看看这个宜家的大的招牌，给大家看看这个环境。这边是一个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是直接通到美国的。好，现在我们走进来看一看，好吧。现在我们从一个光线亮的地方到一个光线暗的地方来。这里是海外华人直播，我们始终不办高僧，我们力求直播传真。如果你还没有点击我们的频道的话，就请你在视频的右下方点击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要做到一个忠实记录，忠实的记录是我们最关键的。只有直播才能够消除那种说假话的东西。好，现在有个 stop sign，我在这停一下。没有车，左边没有，右边没有车。好，进去看一看。好，看看这里的情况怎么样。现在是宜家的停车场下面。我们听到上面的广播有点音乐，就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在工作。整个停车场一个人没有。这里是海外华人直播，我们始终不办高僧，我们力求直播传真。我们戴上口罩，戴上防护镜，在这直播。这是 loading 中，平常就是这样，很多人来这上 loading 的。哎，这里有一个小朋友在这边在玩手机还是干什么。Hello。刚才跟一个陌生人打招呼。好，我们回头来看，倒退来走。这是宜家的进门的地方。好，在里面看一看。上面是广播的那种老外的一些歌曲。这里面停车场就我一个人，没看到别的顾客。看看进门的地方怎么样。这边是关门的。家这边也是关门的，上电梯这边关门的。
有人吗？看看这地方，IKEA Canadian is now offering curbside click collect service. 5 dollars, customers can order product online and pick up in a safe contactless web store. Curb deliver.哇，这是一个最好的计划啊，就是说这段期间任何人买东西只要花5块钱，他就帮你送到你路边路沿上让你去取货，非常好，这样让你去扫一扫。非常不错，5块钱帮你点的东西送到你家门口，真的是很便宜，而且是 flat rate， 就是不管你再大件，你大到一个家具，大到一栋房子这么多的东西，也是5块钱，多好。一次就5块，走下来看，还是一个人没有。来宜家最主要是我喜欢来这采购，就是来这上顺便吃一个午餐。今天原来以为他们开店了，这辆是非常方便，欧洲式的。过去是很喜欢，小朋友很喜欢吃这些东西的。好，现在看起来是没了。好，这里还有两个员工。这边他们把工作站放在这边了，看一看。哦， Step 1 Confirm your order number with us at this Greeting Station. 第一步就是来这张确认你那个单子。Step 2, process to park spot assistant to you. Park your vehicle and wait. 第二步呢，就是把你的车到指定的地方停车。第三步， waiting in your vehicle. 告诉你一定要待在车子里面。While we bring your items, 当我们把东西送给你的时候，你要待在你的车里面。好，这就是如何来订 IKEA 的这些东西。
他们的工人在这。可以看到他们那有个玻璃罩罩着。Oh, I just, if I want to order something, can I order here? No, you go to our website, order online. It is just for pickups. Oh, this is for pickup only, right? Yeah, pickup only. Or you order online for delivery. Okay. Yeah.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Bye-bye. Yeah, thank you. 跟他们的员工专门去问了一下。不错，好吧，我们现在走出来到阳光底下晒一晒，难得啊，今天是星期六 Saturday， 出来晒晒太阳，宅在家里面好多天了，对吧？我的那个种子，昨天做的种子浇了水，不错，还有我那个豆子啊，发芽的，上一期的已经开始发芽了，我今天晚上给大家看一看是什么一个情况，发芽了好几天了啊，种下去的也浇水了。好，这就是我们站在 IKEA 这里的情况，我们战斗在温哥华吧，跟这个看不见的敌人做斗争，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敬畏，活着就是最好的。那些无论你再有权再有势，上到总统的女儿，甚至一些国家元首，你要是感染了，你就跟我们普通人一样。这就是世界真正的扁平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武汉肺炎改变了人类，改变了人类的 behavior， 改变了我们人类的行为学。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病毒如果是人造的，那将是绝对绝对邪恶的，邪恶的东西。我们相信上帝，如果你相信上帝，相信正义，相信上苍有公平，那么我们就等待，等待把那些制造这些病毒的邪恶的家伙干掉。好了，这里是海外华人直播，我们始终不办高升，我们力求直播传真。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英记十家赞助播出，英记十家鲜虾水饺味道一流，他们的订餐电话是510-465-1888。各位观众，再见，拜拜。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英记十家赞助播出，订餐电话510-465-1888。